一场，我换了上身裤子，这上衣穿起来凉凉的，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哎，气象好像说这里这两天气温比较高，再来就会变比较凉一点，我觉得蛮适合。这个它有四个颜色，我身上穿是酒红色，然后还有黑色、白色跟这个蓝色，就四个颜色。OK， 然后它穿起来有一种凉凉、冰冰凉凉的感觉，是什么牌子？你帮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官网。然后它前短后长，然后是做那种圆弧状的，对吗？前面大概在那个，这个在哪？肚脐下面一这样超这样，肚脐这样，就这样。然后后面是有整个盖过屁股的那个长度，这搭那种窄款裤也蛮好看的，滑料的，那种有点雪纺，然后滑料的雪纺那种，然后有厚度的，这样。其实这三个颜色不太会透，就是黑蓝跟酒红不太会，然后白色可能还是会透一点点，然后做连帽袖子，然后有箍绳。穿起来就是有风吹的话，就是冰冰凉凉的，然后又给这边，它身体的部分是做那种宽的，然后袖子是慢慢的挑，就像那种衬衫式的有袖扣，这个穿起来蛮舒服的，四个颜色，冰冰凉凉，蓝黑白酒红，穿起来蛮舒服的。这件太短，女生是可以穿的，然后蛮宽松的，可是女生鞋太短，就穿了单个宽裤。然后这边也蛮宽。OK， 然后这件裤子，这件老爷裤很好穿，这件穿到大了 OK。小猪就是绒，对不对？它两个色，穿的是这个卡其色，然后还有一个是黑色。嗯，它是做这种弹性裤头的。嗯、然后它的裤管，像我有时候穿这种大腿这边比较肥，可是它这件蛮空间还蛮大的。然后它的裤管是做这种弹性松紧带的裤管，短流加针，所以它就是裤管那边它会很挺，然后就是这样。缩在那个脚踝上面一点点，这件穿起来蛮舒服的，然后有口袋，然后有一点就算有点卡其布那种斜纹布跟卡其布的和中间的那种材质，这种厚度薄薄的，就是现在穿 OK， 可能冬天穿很冷的那种不大适合，可是现在穿到11、12月，我觉得还行，还 OK。那件